什么是自律？为什么要自律？自律是遵循法纪、自我约束。为什么要自律呢？因为自律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人格力量，没有它，一切纪律都会变得形同虚设。真正的自律是一种信仰，一种自省，一种自警，一种素质，一种自爱，也是一种觉悟。它会让你发觉健康的美丽，感觉到幸福、快乐、淡定、从容。内心的强大永远充满积极向上的力量。自律出自于《左传》，只在没有人现场监督的情况下，通过自己要求自己，被变动的成为主动、自觉的遵循法纪。